纵观太极拳的发展史，起源于河南温县的陈氏太极拳，至今仍保持着几百年前最初的原生态样式。陈小旺，陈氏太极拳第十九世掌门人，中国武术九段拳师，他自幼跟随父辈习练世代家传的陈氏太极拳，如今他已是誉满全球的国际太极拳大师。每年的春季，陈小旺都要带着他的洋弟子们回到家乡河南省温县的陈家沟寻宗拜祖，让弟子们感受太极之乡的人文气息。今天陈小旺要展示他四两拨千斤的绝技千斤坠，他要和九位人高马大的洋弟子较量。 5 seconds, no more than 5 seconds, 1, 2, 3, push. Okay, no, try like that, huh? Okay, push me. 1, 2, 3, push. 1, 2, 3, 4, 5, stop. 九位来自欧美、体重都在85公斤以上的大汉一列排开，在陈小旺老师的指挥下进行较力前的热身运动。接下来，他们就像推墙一样去推他们的师傅陈小旺。Genau, der Druck ist auf meinem Rücken. The pressure was on his backside. Aber der Großmeister ist wie leer. But the Grandmaster was like empty. I have a friend in England who is 140 kilos. He can weight lift 140 kilos, so he can push his own weight. I am 83 kilos. When I stand, he cannot push me, and I can move him easily. So it's from Tai Chi, from Shugo. I learned this. 陈小旺的另一项拿手好戏是擒拿与反擒拿，他破解擒拿术易如反掌，但对手若是让他抓住，就只能束手就擒了。痛的，看我怎么比，用劲，打。来，我弄你们两个，我弄你们两个，啊！哎，好，哎，喂，喂，潘虎啊，哎，牵起，来，控制你，又控制你，来，牵你黑，哎，牵你黑，哎，牵你黑，哎，牵你一转过来他就空了，一合他就走了，拿着他给你，地方他给你，啊，哎，我说你很黑，他看，哎，很黑，笑的。你吹啊！Very painful. No matter how much you try, you think you have something, you have nothing. Then a lot of pain. So, zwei Hände. So. 两个手，就是两个手，然后抓不住。Grandmaster, no.陈小旺出身于真正的武林世家，他们家族习武的历史可上溯至明末清初。有关谁是太极拳的创始人，武林中一直争论不休，但流传至今的各式太极拳似乎都与陈家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这尊铜像是陈氏太极拳的创始人陈王庭，陈小旺的第九世祖。陈王庭呢，依照阴阳学说为理论根据，结合针灸达成、黄帝素问这些中医理论，把武术的动作
融为一体，传承了太极拳。所以跟我父亲学拳，开始就学老架，练了三年老架。后来呢，十岁以后离开父亲，后来58年五伯呢退休回来跟我五伯学老架、炮锤、枪刀剑棍，普通的推手都跟五伯学了。后来呢，叔回来教的新架，老新架一路二路擒拿和一些用法。陈氏太极拳刚柔相济，快慢相间，他套路中的窜、蹦、跳跃动作几百年来始终如一，并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其古朴的原生态势。陈氏太极拳的发力方式也非常独特，即行家所说的旋转缠丝劲儿，他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体中的潜能。禅师是一种运动形式，运动形式就是第一建立这个运动体系，建立这个运动体系有禅师螺旋的运动方法，是一个运动体系，就是丹田带动。首先呢，各个肢体做得准确，支持丹田，形成丹田的核心，一动全身都动，节节贯穿，一个关节一个关节贯穿起来，就是缠绕螺旋缠丝的运动方式。陈氏太极拳缠绕螺旋的发力方法常见于二人推手之中。据陈家后人讲，其祖上陈王平受戚继光训练士兵的方法所启发，发明了双人对练的推手。他是用身体的各个平面部分相互推靠，既能达到对抗练习的效果，也减少了对练双方受伤的可能性。因护具不伤害，推手即使各种打法都在里头又不伤害，这是陈王庭独创的。在冷兵器时代，习武是以杀敌防身为目的的，即便是平时训练也是招招致命，难免受伤。推手的发明是中国武林中的一个创举，它看似简单无力，其实暗含着致命的杀机。啪，我一拳打去，挡着以后用肩打我，一肩打我一中，哎，脸，刚才才现在的脸，怎么脸？这个脸，啊，按我，啊，按我中心，按我，按我呢？我一遍呢，边踩，先就是基础，基础你跟稳了以后呢，变化就容易了。就像那个小孩，武林山小孩推你一样，他对你没有威胁呢，你变化就容易了。这是基本功。你说这想推我，你看推我用很大劲，全部力量用出来，全部力量用出来，用劲，用劲，看对我毫没威胁。都毫没危险，用劲。自强是好几届冠军啊，这个下去容易啊，下去看，啪，啊，一起脚啪蹬，一转身啪撩，我一上身啪一招，知道吧？都是用法。练的时候为什么要绵绵不断，很轻呢？气通。气通了以后呢，你才能用得上。转身，转身，对，上转身，转身，再推我。通常是这样的方法，知道吗？再来。那么这样的方法呢，它要上步，要转身，需要一点时间。我拿它转身，我这转的一转手比它快得多，是不是？没在不在转身的时间，你看着啊，我拿它转身，看。